大智慧，通达诸法。菩萨的智慧具足，不但可以分别世间的事相，更能了解出世间的真理。德，我们用获得的手势来呈现。大呢，我们双手比一个手语的六的手势，从中间往外面拉，是大。智慧，我们就打智慧的动作。通，我们双手从外往内交叠，这是通。达呢，我们的右手三指靠近左手，这是到达的达。诸法，我们就打全部的法。清寂清晨之玄虚梦。